对象看到我们在敲回来、你看人家特别有心呢、看得真准、最好的副驾驶，一个正在环岛的单车骑士帮我们磨起了咖啡。哎、就在这里咖啡了，错饮错饮。知道下一个来陪我的是谁吗？嗨，跟大家打招呼一下，请问你是？什么？太尴尬了。来，请自我介绍。大家都叫我 YT 啊。他这次来这边就是吃喝玩乐之后的，现在终于要跟我一起出发了。不对，我们还没有要出发。今天只要走13公里。嗯，所以我们要去，我要去看到底有没有金针花。那没有啊，怎么办？就拍拍什么？我要穿上我的鞋了，我的 King。 我自从换了这双大一号的鞋之后呢，完美，健步如飞。我们现在在天山农场呢，我们刚上来的时候发现其实他没有 Google Map， 对，是搜寻不到，你必须得先搜寻一个叫做天山澡堂。你看那边好像有几撮，那里也有几撮，那、我们要走哪里比较好？这个天气我觉得感觉这两边水超热，可是两边都有就是不太茂密的风险。你的金针花里面超亮的耶，先公开这里面是满满的炸金针花。是哪朵？等一下，就是老板娘竟然送我们百香果吃哎！谢谢你。它这个是黄色的那种百香果。资本车站，拜拜。现在是下午4:07，这个天气蛮 perfect 的啦，还有粉红四十，好恐怖。所以说这个选择是好的。嗯，没错。我们要出发咯，就是走2个小时。怎样休息了2天，现在开始走，走得到吗？进入地狱。我对于数字这种东西开始有点不是很能理解。刚刚看了2个半小时，感觉好像蛮轻松的，但我现在走了10分钟之后，觉得好想回自奔老爷哦、还在唱歌哎。该走的还是要走完，为了我徒步环岛的梦。我看到了啊，真的吗？他走那么开心，我去偷一点，跟你一样，谢谢你们。我大头烟是半岛鱼，对对对，因为我们今天啊，怎么那么好？他怎么那么棒啊？拜拜，拜拜，谢谢。我以为这几天都会共孤来了第一天进来就不错吧？可是我粉。你去问他，来去跟他合照。不要，尴尬。哇，今天也太幸运了吧！哇，你太好了！哇，你们抓到我的吗？还不及格，还什么？来不及。好，有就好。用力，用力，用力！谢谢。久违的见到海了。那段是上面。你说前面那段吗？对。那我们也只能接受啦，不然走回头路了。没有啦，继续走。我感觉回头更远。我们到太麻里了，又快到了。因为我们今天坐金轮，所以说我们必须得坐火车到金轮睡一晚，之后隔天再从金轮坐到太麻里，再从太麻里走回金轮。对，我们就是要用走的。该不会没有火车了吧？最后一班6:27耶，现在已经7:03了，哇！完蛋，那我们要前面很多车去。等一下，走到前面，走到那个尴尬都没车，怎么拦？我把手举高了，有台车了，有一台车，有2台，可以再一趟吗？好，不要了，金轮，不行啊，好吧，谢谢，那我们就只好去拦。有没有人愿意停下来转一下？拦个车，
在太麻里而已。好吧，那我们抱歉，谢谢。你们要到哪里？金轮而已。金轮哦，这边没有火车了。他不是要我们站的，哭了。耶，今天晚上住的地方到了，但是这边其实是打个蛋的，然后他们的背包客是在这边，叫丽卡咖啡。我们现在在打个蛋的背包房里面，很可爱，而且我觉得算蛮大的。他自己的背包房里面就有，这个是交易厅，然后这边还有桌子。我们就先到这样喽，然后我们明天要再从太麻里走到金门，他明天就是要住打个蛋的套房，就是不一样的。哟，我们回到金轮车站了。我们今天要从金轮车站再坐回太麻里，然后再从太麻里走回来，有没有 fantastic？ 因为我们不是要坐一个很特别的火车，叫做蓝皮火车。这个蓝皮火车呢很特别，它是那种最 old school 的那种，就是完全没有冷气 air condition， no， 虾米 no more， 然后就是很非常的 old， 大概50年以上的历史吧，从来没坐过。这个坐过很多次，你到底几岁？你比你小。5快车，对，往台东。今天人真是有够多，而且看到很多都没有戴口罩。里面没有冷气的，它就是都是电风扇。有粉丝一出站就有，不是，我们刚好去那边拍照，然后刚好看到你，我想说好像是哎，我们今天存钱，我怎么最近这边那么多人，我们都到特地来存钱的，谢谢你，拜，谢谢哟，拜拜。然后望眼过去那一段都没有太阳，完美。现在要求超低。没有太阳就好。可以，没错，没有太阳一切完美。就是在这种汪洋大海中看到这个标示的时候，就会觉得有一种救赎感。但是要走到的时候发现它是1800公尺，也就是说还有1.8公里。零吗？1800公尺有必要标示出来？如果我要开车的话就很快啊。1800公尺大概还要那个30分钟。不止哦，40分钟。加油，快到了哈。其实这边已经看得到我们今天的终点了，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红绿灯，然后右转之后就是金轮。又看到熟悉的 Seven 路牌，我们来看看剩下多久。整整少了1000公尺，对，差不多其实才1公里吧，开车15下的距离这样。还在剪片，一直剪片，你看少一个一了。800m 之后右转，他叫你右转，走到。金轮村，金轮村，对，对。那我们今天住的是打个蛋海旅，昨天也是住打个蛋海旅，但是住的不一样。这外面也太可爱了吧！我们要进入我们的房间，这里就有嘞。这个是超大落地窗，好美哦！来看一下，哇，好舒服哦！它这边有那个可以拍照的。小空间，然后这个床也非常的美。好啦，今天呢，小川就要在打个蛋这边休息了。那我们明天呢，就要走很远的地方，就要从金轮这个地方走到大湖，要走25公里。所以说呢，今天也要睡个好觉。那我们就明天见吧。I'm always one step behind, wishing I could read your mind. 欢迎，我们现在在就是金轮这边的一个叫做涵洞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往那边看一下，这边就是海边了，建为巴黎。对啊，这个呢叫做你那边。天上繁星跟原住民的神秘故事，然后让天与地合在一起，所以他就在这边做上他的画作艺术品。我们今天要欢迎新的朋友了，因为 YT 今天要跟我们说拜拜，那我们就欢迎潘博安。嗨嗨，我要跟 YT 说拜拜了。
阿弟要把剩余的公费存到小桶桶里面。对面那个是金轮大桥，超美的。然后在桥的另外一端就是海了。然后我们走到这个地方，反而哦，水变多喽。啊，怎么才刚走你就喝水了？是怎样？加油！真的，而且他裸体的太厉害了。有有有有，哎、欸，来合照一张。用一下身材。真的。哇！恭喜你哦！你干什么？谁准你摸的？我二七，我从台北，我走大圈的。哦。我不大不小。西部已经走一圈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拜拜拜拜拜拜，加油！拜拜。这是臭变态，爱摸按摩人家也是臭变态。这边多良车站，我们要跟最美的车站说拜拜喽。Yeah. 我不想上去，耶、yeah. 欸！好恭喜，又怎么？哎、欸，我环岛应该遇到你们吧？哎、欸，太棒哎！对啦，我不是前一天还在台中啊，我说。是我，他是莫名其妙出现的。为什么你会？对啊，为什么你会在这里？昨天冒出来的。就想说奇怪，为什么你会在这里？哇，这是大学学长。哇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啊，跟你长很像嘞。差很多。莎莎，拜拜。拜拜。哎、欸，真的是哎、欸。嗨嗨。就刚刚看到你们走过来，他就特别在拉过来。谢谢。对象看到我们在超回来、啊，你看人家特别有心呢、欸。看得真准啊，因为我一丝颜色都在里面。真的，真的。对，好的，不讲了。哎，谢谢。现在 Kitulu 里面休息啦，等一下下午大概两三点钟我们再继续走。对，大概再走两个多小时就会到。哦，菜单好多，在那边吃个东西，休息一下。哇，我们是追到店里来的，好感动哦！对了，追到我要离开，啊，有点开心吗？对，我们生意很好，非常好，是第二桶的，耶，好开心哦，开心，耶、yeah ，出发，再出发，现在大概下午三点，我们要走大概15-16公里才会抵达，好嘞，哎，哇，我们准备进入一片。呀、yeah, ，真是城市绿洲。对。我们找到够在那边等你。对啊。也是，也是，就在这里咖啡的。遇到一个正在环岛的单车骑士，他竟然。就随地帮我们磨起了咖啡。哎，而且真的很好喝。小心。啊，咖啡出来了。胖安来品尝一下这杯咖啡。现冲、现磨、现泡。算黑咖啡哦。错饮，错饮。有没有精神都来了？咖啡在舌头上的叫重量跟纯度。重量是什么？今天的伊索比亚很好喝，纯度没有很高，但是我觉得蛮刚好的。它是星巴克的，对吗？咖啡喝很多。我也是摆在星巴克前面。Yeah, 祝你环岛成功，祝你们也成功。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个没有油的主理，然后他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走到大武。Hello， 弟弟几岁啊？19。啊，单身吗？单身的。哦、oh, ，好 ，OK。每次出来都分手。好了，那希望下次看到你的，最好不要在路上看到你，那一定是在分手中。没有，希望下一个和我环岛是那个下一个女朋友。OK， 原来是这样子。我们走到大武了。对。然后现在在大武的火车站，那这集也到这边了，让大家知道就是。台东也是很热情的，非常之热情热情的。对，希望你们也有机会，就是来台东的一些小乡镇里面，然后做一些就是慢生活。现在是晚上7点钟，天黑了。对，外面就是海。对啊，拜拜。海边。
나도로도로안도가소리在我回到部落之前，我认知的原住民其实都是大家给我的标签，比如说你可能唱歌很好听啊，体能很好啊，然后好像美学也特别的好。我爸妈在那个经济起飞的时候离开了部落，所以我们从小一直都在外地长大。那我爸妈也没有参加过丰年祭，也没想带我们回来参加丰年祭，所以我其实对自己的根是不太了解。我在那场丰年祭的时候，非常欢乐的一个气氛，我从头哭到尾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当时看到的是部落的族人在进行祭仪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根本就是观光客，我就会问我自己说，我不是应该在里面吗？我怎么会在外面？然后在那一刻，我才开始觉得想认识自己到底是谁。我回到部落之后，我学的第一首完整的族语啊，就是马兰姑娘。我在听的时候，大概有几秒钟是没有讲话的，很安静，就突然他就哭了。他说他没有想过说有一天我这一辈的孩子会学自己的歌，所以其实对老人家来说，我们还能够学自己的母语，唱自己的歌，是一件让他们能够很感动的事。